十万大军，用来解邯郸之围，可以朝发夕之，实在是爱莫能助。只有苏姑娘偷盗兵符，有公子解邯郸之匪。师妹，兵符只有最亲近的人才能拿得到。达成他的愿望就是。 小人愿意进宫接应。王妃为了成全公子一名。 担当盗兵符之罪。